赏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对了，中秋节快到了，好多人都想要吃很多的东西哦。我们来看看手语怎么比呢？第一个，烤肉，肉串，然后用刷子刷烤肉酱。烤肉，中秋节的时候要吃很有名的什么呢？我先教一个手语，这个。凤梨，凤梨。接下来要教的是凤梨酥，凤梨酥。换我咯。你们喜欢吃什么呢？月饼，月饼。另外一个手语是月饼。月饼，这是早期的手语。接下来是这个，换我了。这个是菠萝戴在头上的柚子，柚子。好，我们四个刚刚教的手语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记得哦，中秋节要练习用手语聊天哦。我们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